又有打氣，好嗎？好，好，能夠堅守崗位，為香港的治安和秩序站在這裡，面對黑暴力語聲 NO， 全世界最有能力的和最好的就是我們香港警隊，但是讓他一路這樣抹黑抹黑，那沒辦法，我們是這樣的，有能力的人 必定會受到打擊，但是能夠捱得過這個衝擊之後呢，我們會再登上一個新的高峰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呢就非常高兴啊，是为香港作出少少的贡献，千祈不要看少这些点滴的力量，有你有我，我们一起去做，我们就可以集腋成裘，滴水可以成河，那么我们一起呢就做到事，一定要将香港的秩序恢复，拨乱反正，破格求变，预埋你。